模特儿经纪公司也开工，昨天这场团拜大家都在看谁是现在的一哥一姐。年初五热闹开工团拜，艺人盛装出席，排排站，财神爷送上凤梨、金元宝，大伙抢着摸，沾沾喜气。放眼望去，今年开工团拜明显星光暗淡，就是因为大咖名模先后跟老东家说拜拜。往年团拜焦点包括隋唐、阮经天，2013年年底就出走，徐伟宁也跟男友小天自立门户，而一直跟凯沃默契合作的白欣慧，去年八月也有了新东家，如今剩下花花、洪小雷、王心田等人，而站在大家长洪伟明身边的陈廷明、钟成汉似乎晋升凯沃一哥一姐。没有，我是凯沃一妹，以前都可以在开工的时候看到大家，然后但今年没有看到他们，觉得很可惜。过去成功造就名模巨星，如今却陆续出走，但洪伟明不灰心，还透露准备打团体战，扩展造型计划。 TVBS 新闻傅明诚申请。